真的不要动，我明天会去接您的。啊，你今天先歇着，会不会想看一下？我知道。哎呦，不跟您说了。就在车里抽烟。好吧，明天。说下就下，你回来住几天啊？三四天吧。怎么不多住一会儿啊？刚刚打电话的是奶奶吗？对，她知道你要回来，非要过来。我明天再去接她。妈回来吗？暂时不回来吧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吃过了。吃过了，车上吃的。怎么没把女朋友带回来啊？啊？我说你这次怎么没把女朋友一起带回来啊？早分了。分了？不喜欢就分了呗。这谈的是个啥嘛你？你奶奶还等着看孙媳妇呢。一会儿到家有几个朋友啊，你该打招呼打招呼，别又像以前一样一个都不理的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